我是门田医师，是一个吉大叔，也是音乐。我用 Angel 的感觉是会真的会有点耳感，然后我自己听的时候重点很扎实，厚，没有那么夸张的，所以听起来很自然，是用喇叭听的。戴起来还蛮舒服，耳机是因为有时候用很久的，对，我是用眼镜的，所以有些耳机是戴起来还蛮舒服，可是这个 A9 是还蛮舒服，而且很快速的这种那个 logo 的感觉是对我来说还蛮喜欢。这个是我是 Fender 的 fan。